好，帅哥美女们，我们今天的彩排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我们的伴郎在左手边站成一排，也请我们的伴娘来到右手边寻找伴郎配对，准备登台。哎，这样啊，小姐姐，为了画面更加的美，更加和谐啊，我们伴娘找寻和自己胸花一样的伴郎进行配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伴郎也找一下，快抓紧时间，大家可以走得稍微近一点啊，先认识认识。那等会儿呢，我们彩排马上就开始了，我们伴郎今天所有人等了你一个小时才开始，要相互挽着手。你现在摆什么臭脸？准备好了吗？耽误了大家的时间，我内心也很愧疚，我可不敢摆什么脸色，是你眼神不好。伴郎伴娘准备好，好，马上要登台了啊，一定要保持微笑，开始。好，面带微笑。何正月，说起来，咱们从认识到现在，其实还算蛮有缘分的，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这样，握个手，就当是和解了。和解？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需要和解。今天我们俩的关系，不过是你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结婚而已，我们俩没有可能成为朋友。好，第四组准备。不过你若是有法律上的问题需要咨询，倒是可以请教我。还是算了，像你这种身份根本不是我拓展的目标客户。看不起谁呢？不过咱们俩现在是伴郎伴娘的关系，找你打官司能打折吗？不能。不，他不是他，眼前这个何正玉不是我的室友何正玉，虽然只隔了四个月，但旧正玉和新正玉完全是两个人，我喜新厌旧。记得把名片还有你的身份证放在一起，丢了可不会有第二张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觉得我跟我这个伴郎身高不是很合适，我能跟你换一下吗？谢谢啊。